安置都还是很迅速的，都还是很迅速，非常满意。因为我们2006的时候也有来这里，还啊那时候也是慈济人都第一个到，哎，然后我们政府单位也很快就到。休息区三顶大帐篷包含两侧可容纳6个宗教及民间慈善团体的空间，甚至包含中华国小学生活动中心里头的安置处所，全都在0403强震后中午前就迅速到位。那基金会这边的对口就是也是玉琪师兄黄师兄，那师兄这边基金会这边迅速的调度，让我们能够在就是中午12点前我们就完成了收容所的开设，包含福慧床隔屏的到位。打90分吗？打90分吗？那有些对啊，这毕竟不能像平常我们在家里过日子生活这样子。好啦，我帮你啦。好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谢谢你们，不会。一场灾见证台湾这块土地暖意无限。第一时间花莲的就先过来，然后高雄的也是连夜就上来了，对。就是从台北过来。对对对，就是刚好就是这一次也是连假，然后可以有时间来帮忙。这个是粥，小米粥哦。嘿，好，这个是蔬菜的汤品，嘛是烧酒一样的，给拿来的，然后吃哈。好，那我帮你，好，向后转。那就看看有没有需要我们要帮忙的，对，还会看他好像在看我们。对啊，所以我就快点过来给他问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。打去，你打去。不够快。你知道玉米缸是怎么生出来的？像我进到市展大概1年了啊，2006那一次我还在读书啊，这是我的第一次参与，看到他们就是蛮害怕的表情，也是会觉得有点心疼这样。对，好可爱呀，聊对呀，因为我们想说这样子抱的可以让你觉得有放松，对对对，抱住就好了。对。我是玉里医院的临床心理师，卫生局这边有跟心理师工会合作，然后我们紧急媒合排班，这样刚好也是花莲人，我就住附近，所以我就过来支援，这样。有这些舒压站的设置，会谈室的设置。当天设立的时候，下午我们就直接全部进驻到今天。101件的时候其实是比较慌乱的，大概在第二天、第三天以后才比较有一个上轨道。那这因为这些经验，让我们在这一次能够迅速的做出应变。爱心始方来，凝聚在花莲这块土地，携手陪伴家园重建。戴秀文、萧世杰、钟江波，花莲报道。